好，今天我们上第16课，周末你干什么？周末，cuối tuần，你干什么？Bạn làm gì？Lan Anh nào？来，周末你喜欢干什么？老师，周末我喜欢睡懒觉，还有呢？还有跟呢我的朋友一起逛街。啊，一起逛街啊，逛街绕佛楼呢。那你一般睡到几点才起床？我一般睡到10点或者11点才起床。嗯，我也是。Wang 呢？Wang，周末你喜欢干什么？周末我喜欢呢，在家里待着，看电影或者做一些我喜欢的菜。嗯，你喜欢做菜对吧？老师也很喜欢做菜，很喜欢去超市，然后回家自己做菜。嗯，但是呢，最近没有时间。